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自我介绍、啊。大家好。依自己想，依自己在想，对吧？直接开始吗？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天信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孝成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吉宏。今天要带你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先生开箱，开箱我们的天赋棒球场。这是我们的大门，才会关起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比赛都蛮难看的。我算过。四十七，你什么时候算的？刚刚算。屁啦！等等，算是来一二三。六七八九十。六七八九二十一二三二十六三四四五。四六四七，四八四九，明天四十九。变了。真的、哦。嗯，第九。还有季后赛啊，还有季后赛。季后赛在这里，十一月。台湾大赛，我们中一起。我们一起去花莲，可以吗？花莲是我们主场啊。五二刚好五二零。嗯，来爱我一下。我两次花莲。他这边是女厕，介绍一下。他的饮水机。饮水机啊，我刚好没有水，装一下。环保看，还有五度，冰的有五度，温的有二十三度。你知道多少吗？三。我以为你要讲万，我要说是没有，这是三。结果你跟我讲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就这是什么吗 ？Flower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？Strawberry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呢？是蛋糕吗？蛋糕吧。这个是 Smile。气球怎么念？气球。玫瑰。哈哈。这种就是它。哈哈，王美照同款。怎么摆看起来脚比较长？没有，那个拉掉了，错。那我今晚我跟你讲，你靠在这个，然后你们从上面。你笑一下。三。好。可以可以。小明威。啊，他将就了，他将就了，他将就了。左脚再勾一下，左脚。左脚，对，对，左脚脚底出去。你好会，很会啊，脸颊爱心。右边，我左边，然后我两边。好好好。这是刷载具的，尽量用载具。我帅气，给你打广告是不是啊？来，哦，条码，好条码哈，这个嘛，这个嘛。需要有东西吗？不会，他没有东西。没有没有，他没有东西。没有，我们响应环保。想要喝一点饮料，或者是吃冰淇淋，这边都有。这是我们今年新的狂龙厨房。就是有点饿，所以我就叫了。好吃，讲话吗？这是可以吃的。我觉得很耐，很耐。我会准备一样。我发现一件事，我都还没有洗手。哎、不是好像满了。我装了一杯鸡蛋，可以无限畅饮，可以马上喝完再马上装。这个，然后配两个纯红版。OK 吧？还是你们要？没要来配吗？要来配吗？没有带现金没关系。有来配吗？有吧？有有有。而且还有那个，还可以刷。我们来配好像还有那个折底。对，响应环保。请大家多用载具，谢谢大家。你要加什么酱？有原味，原味。你要原味就好了，不加酱。有没有那个 XO 酱？嘉诚，你要加酱吗？好吃。我问你要不要加酱？好。来开包，浓青蜜焦糖。那焦糖怎么这样？焦你焦味。加咖啡啊！来来来啊！要加拢来。这是那个高中那个格数露营，你要来这边那个萤火晚会的吗？这个移到这里，他们忙，继续吃。听听，迫不及待的，还蛮好吃的。是什么味道？恋爱的味道，酸酸甜甜的。甜甜的，懒惰站着的人啊，平常站太久就是想要坐着。那他们平常没什么在跑，就给他们站着。
欸，这下面是垃圾桶，是吗？对啊。哎，是吧？哦，吃完这个就可以带回家了，可以当个钥匙，可以放在车子前。帽子是，我觉得可以做运动。那，啊，这边可以做，可以啊。这有没有限重？哎，这有没有限重？吉永看，吉永看起来有，你那个角度不太好。这边是，好舒服。这边是要收费的吗？这边要收费吗？这边不用收费。嗯。很想去了。卫生纸也有 logo 哎，还蛮厉害的。再擦一下，再擦一下。滚不滚不滚，都给你，我都给你，全部都给你。没办法，我就是那种总吃不会胖的那种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那你们平常吃东西会限制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？不会啊，我想吃什么就吃。我才能吃。你可以吃几个热狗吧？你说，如果是正餐的话吗？36个吧。拿去当纯洁糖。哎，肉给你比吗？不然去挖一下。在天幕打球，然后跟看球，不是最舒服。吃着美食，然后看着很好的风景。天幕球场是真的是好山好水，最舒服的球，最顶的，最顶，台湾最顶的，不能再顶了。刚才做东西你要，欸，你讲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没空。对啊。那你们还是吃，然后他走。好，吃好。好。以上就是魏全龙主场开箱。然后希望大家新的球季开始可以踊跃进场，为我们加油。然后电视可以看未来。